噔噔噔，看三秒，一、二、三，走了。这样的，他每天就是从这个楼梯站走上来，然后看到我们在那边站着。这个什么恩真的是滋滋耶是谁啊？是呵呵。来了来了来了。点映来喽！来喽！接下来的是佳妮宝宝，他今天戴了一个小黄帽。Hello，Hello，宝宝姐，我今天在直播。妍妍在直播呢。这个他的。哦，在这儿。嗯，跟你的打个招呼呗。哎呦。Hello。Hello， 宝宝们。早上好，宝宝加油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宝宝。我们在一起好吗？一定甜得不像话，跟你住进。Baby beautiful world